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提出了这卷书的格式与语调。这首有力的离合诗宣告了耶路撒冷的荒凉，荒凉到连他的朋友已经抛弃了他，他的道路和城门也荒芜，而仇敌倾覆了他的政权，这个城市也已经残破不堪，崩溃的无以复加。这个曾经被蒙拣选的城市为什么会遭遇如此的破坏？因为这里的百姓离弃神，神伸手攻击他们，违反圣约造成了土地与圣所的丧失。就如同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，导致全地受咒诅一般，对于耶利米来说，这样的悲伤刻骨铭心，因为他领悟到本来这样的灾难是不必发生的，如果他们不背弃神，神也不会攻击他们。愿神在我们读这段经文之后，给我们一个自省的勇气，当发现自己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行为与意念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向神述说，向神悔改，向神祈求。先前在列国中伟大，现在进入寡妇，先前在主生中为王后，现在成为进宫的奴仆。他夜间痛苦，泪流满腹，中